翻嚟第三次好人經濟啦！誒，頭先有咗 Anson 同埋 A 咁標炳嘅戰績，睇下有冇人多咗多人報名先咁樣。標炳戰績有冇人多咗報名先？冇啊！陰功，哎呀，冇啊，冇多人報名。呢第四大咩人多咗人買？係啊，香港嘅程度人買。嗱呢個咧就嗱，首先 Anson 先啦，個人吉他指導班咧一期八堂咧就有一位朋友報咗名，頭先好勁喎，頭先佢教到林海彈吉他喎，係啊，算係勁啦。我叫個七叔教喎，教咗好撚耐都教唔撚。教咗好撚耐教唔到，你知唔知點解七叔教唔到彈吉他？點解？佢攞咗個 ukulele 嚟教。ukulele 咩啊？咩啊？佢識彈 ukulele 噶。佢識彈，佢識彈，佢識彈咁樣。我彈完之後，我同佢教完我唔知教完我 C chord 同埋個咩 chord 啊？唔知教我幾個 chord 噶。跟住我話：，咁我係咪我唔可以彈吉他？跟住話你學嗰個唔係吉他嚟嘅咁樣。我話你一早講啊嘛。我叫你教我彈吉他，你又教我彈 ukulele， 亂溝曬大佬，教撚咗一輪都唔係教撚嗰樣嘢，撲佢街！咁跟住仲有，喂，睇翻個報名先啦。咁跟住咧，木吉他小組新手班咧，都有一位朋友咧就報咗名嘅咁樣。有人問《紅樓夢想》實體版嗰十首歌係咪 CD 嚟嘅咁樣？都係有個曲俾你下載嘅。係。即係都係 download 嘅，咁但係咧，都係下載嘅。但係你嗰、那個你買咗《紅樓夢想》嗰個實體版，就會有埋個小説喺度嘅，同埋有埋個吉他譜喺度嘅咁樣。咁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大力嘅呢個咁樣一對一流行鼓課程咧，你又擺翻個一個一對一出翻啊，出翻又有噶，啱翻。即係其實原來係有嘅，有嘅。我屌你老母，一陣間再介紹過。你到底係點㗎？價錢？咁樣嘅。一對一流行股課程一期四堂呢，就其實是1280元的四堂咁樣。咁樣咧，一對二的流行股課程呢，一期四堂呢，就其實咧就係928元嘅一每位。咁如果咧一對一咧流行股課程咧就十堂嘅話咧，就係2988元嘅。咁呢個就有一位報咗名，一位報咗名咁樣。咁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仲有咧就邊個報咩啊？仲有咧就係咧一對一長笛課程初級班咧，一期四堂咧就有九個朋友報咗名嘅。阿 A 嘅呢個歌唱技巧訓練班一期八堂咧都有一位朋友報咗名。咁咧然之後咧呢、這個咁紅樓夢想音樂小說咧，即係實體版嚟嘅，咁樣咧就但係個歌都係下載喺我哋嘅 Apps 度聽嘅咁樣，咁就有兩位朋友買咗。四大美人音樂插畫明信片咧，有三位朋友買咗。香港愛情實體版咧，亦都有一位朋友買咗嘅咁樣。喂，繼續報名，繼同埋或者買我哋嘅音樂專輯。咁而家咧，我哋繼續也無風雨也無情啦，繼續呢個頂風波啦咁樣。咁樣咧就到褪咗過去啦，就到呢一個咁樣阿 Ken 表演啦咁樣。阿 Ken 就教佢吹出嚟喎。冇錯，係啦，咁啊。教木銅笛啊，木銅笛，木銅笛啊，即係咁啱有支木銅笛喺度，咁啊用木銅笛教啦，係。好。咁咧就吹翻呢一個頭先也無風雨也無情啦。好啊。好，咁咧首先要執下啲音先嘅，咁啊好彩呢首歌唔係好多音嘅，係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學咗個 B 音先 ，B 音。我記得小學有學過呢、這個。係啦。木銅笛。啲人攞戴眼鏡戴到好似老花眼鏡咁樣。哎呀，你媽！好似有嘢要睇咁樣，但係佢冇近視。佢跌落嚟，佢唔知跌落嚟啊！係啦，嗱 B 音好簡單啫 ，B 音就係第一個掣，係啦，你可以吹響佢先。係啦，呢個咪就係你頭先唱嘅第一個音啦。好啦，咁如果 C 音咧，係就係淨係二同埋手指公，手指公我用 T。吉他又吹嘅。如果有三多兩隻手啫。唔使入，唔使入，咁咪即系系啦，净系二同埋 T， 即系手指公，系啦，咁啊得得就 B、C 两下啦。搵人帮你计咁，系啦，你可以播多啲气，冇错啦。好啦，跟住就 D 啦 ，D 音咧就净系 T 嘅啫。因为呢个我同第一小学要学啊，唔系写错咗。考察咗先，呢、這个净系同第一人人都有学噶啦，不过唔识嘅啫，学完之后系啦，跟住咧就系 G。可唔可以震音？就一、二、三，你吹大力少少落去，其實可以做到類似嘅效果。好啦 ，G 音，系啦。當然唔係咁啦，呢、這個當然唔係呢個啦。不過 OK 嘅 ，OK 嘅，做下效果 OK 嘅。跟住 G 音啦，吹到啦，跟住咧就 E 音，要學埋 E 音。E 音咧就係一、二、
三、四、五，手指弓，系啦，系啦，好啦，咁你已经吹到第一句噶啦，有呢几个音。首先第一个就 B C 啦，哒哒，系啦，嗱，我又陪你吹。哇！头两个就系 B 同 C 啦 ，B C， 系啦，跟住咧就 D G。梗系啦，梗系强得好听啲。系啦，跟住翻佢嗰个音色出嚟啊。D G 有啲难，呢个唔关佢事。系啦，我气啊。唱到差太远。B C D G， 系我帮你声，我帮你声。跟住就系 G E， 我 G E G。系啦，跟住放手指弓，跟住揿一二三，啱啦。G。G， 哎，搞掂啦，第一句就搞掂啦。OK， 试多次先啦，试多次先啦。冇走音喎。系啊。难啲，我同你系咪好难走音？其实都系啊，几难嘅。试多次。系啦，放胆吹吹佢啦。系啦。系啦，咁啊注意埋啦，因为你要拉长啊嘛，咁啊拉长呢两个音。系啦，哒哒。哒哒哒哒哒，系啦，啊！大力到你嘅节奏走晒人头啊！大力，你大力啊！一样一样，G G， 但你要纠正下佢嘅 beat 先啦。呢个 G 咧，嗱，得点落去咧，高音嚟嘅。咁高音嘅 G 点吹咧，就系咧原本个 G 音。手指弓咧就揿一半，一半系啦，你试下个高音 G 先，再揿多啲，大力啲吹，多啲吹上去。你试下再咁样，系啦，留少少，留少少。然之后咧，你大力啲，你要听到高音上去。喇叭书院，大力啲再。系啦，类似爆咁样嘅，类似爆，系啦，呢、這个就系高音啦，冇错啦，系啦，你试下去翻低音，高，系啦，嗰下咧你要用多啲，啱啦，你掌握下，系啦，咁啊得啦，咁啊哒哒哒哒，啱啦，跟住。做咩？因为教学嘅要诀就系乜捻话啊？系啊，梗系啦，梗系啦，大佬。如果唔系下堂就唔翻嚟噶啦。建立学生嘅信心系好紧要噶。咁佢真系啱噶嘛？啲手指一嚟一嚟佢系啱。系啦，咁佢真系。系啊，嗱，呢一个咧，呢个高音 E 嚟嘅，呢个高音 E， 高音 E 都系一样。系啦，就系呢个啦，冇错啦 ，E D。成班导师讲到明系安慰你嘅，唔系先。呢个咧，呢个唔使教人哋嗰个咧，疯狂讲风凉话咧，唔系，唔系，我又唔会讲大话嘅，一定系啱我先话啱嘅，一定系嘅。只不过可能我会，我哋都冇讲大话啊，冇错，我哋会揾啲，唔系，我哋会揾啲好仔细嘅地方话乜嘢啱，可能系啦，冇错，可能你嘅态度啱，又系啦，系啦，或者你表情啱，系啦，一定有啲位啱噶嘛，一定有位啱噶嘛，好嚟了，慢嘅，嚟多次，嚟多次成句，第二句啦，第二句，啊，好事嘅。我想睇大力教林海打鼓，会飞鼓吗？大唔系，系大力唔系分，你识唔识打鼓噶？识啊，先学啫嘛，识啊，识就去学啦。严师啊，大力系严师，好有学过，因为唔记得晒啦。系啦，推上去，系大力多啲啲气，啱啦，跟住 D C。系啦，啱啦，使唔使试多次？好。Good, good, OK， 跟住，好啦，第三句，高音 G 得得，低音 F， 跟住高音 G。林黛玉前主系会啲玩木桶底嘅人。都会嘅，佢出奇。
F 系点揿 ？F 咧呢、這个都系都系高音啦，呢、這个都最高啦。好啦 ，F 点揿咧 ？F 写喺度先。F 音咧就系一、二、三，有啲拗教啊。呢、這个系四六嘅，加半手指弓，系半手指弓，系啦。如果高音咧，系搞掂啦，冇错啦。你试下头嘅，得得得，好轻而易举咁样，一死完都系高音。嗱呢个 A 音系低音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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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A 系响过哦，呢 A 未写啊，我 A 写喺边好咧，即系呢度 A 一二 T， 哦系啦，哦系系啦，跟住就高音 G 大力四五四五。不是这两只四五是不是错了四六四六四六无中间无中间是、oh, oh. 了跟着就 E 就四五了跟着就 D 了是了跟着呢得得就是最后的 GC 是了是了就是这样紧要你吹到噶，你吹到噶啦，吹到个音响到出嚟咧，好快就黐得埋。低，系啦，上翻去，啱啦，一，啲，系咯，咁就已经黐咗好多啦。嗱，试多次啊，试多次，黐咗好多。试多次，唔似你咁先系。好 supportive 啊，老师。系啊。嗱，你试下加翻个节奏喺呢度。A A 争一只，一系唔系 G G 先，系啦 G。G 系咪呢个 ？G 系一二三，系啦。D 系啦，唔紧要，你揸句啫嘛，你花啲时间记一记啲次序咪得咯，系啊，唔紧要，揸句用好快。好，嚟一次。嗯，啱噶。嗱，你试下吹呢、這个。我突然觉得呢个场景好似一班家长陪个细路啲歌。好大压力，特别一齐示范教细路啊！而家就系示范紧开拓细路。你试下吹头四个音先。系。哒哒哒哒。揸只。系啦，嗱，你都只净喺呢度先。系啦，记埋个 A 就差唔多啦。系咯，系咯，你想练多次定落下一句？落下一句。好。而家咧，好似咧嗰啲小朋友咧，去唔同嘅兴趣班咧，最上一堂嘅就下一堂咧，第二班嘅系啊。香港嘅细路，一日要学三个兴趣班。就喺补习社问小朋友：你补习完之后有咩做啊？我之后学吉他班，跟住六点钟学唱歌，然之后七点钟学场地，跟住八点搵大力打鼓。但我唔中意个老师，我唔中意个打鼓老师咯。打鼓老师好恶嘅，老师好恶。好，最后一句就都是呢啲音嘅啫，高音。冷静啲先。好，冷静啲。A A A 一七一。啊，系啦，咁就已经系噶啦。好。系咯，咁、你可以试下成首咯。
勁啊！勁，係咯。咁我四行啊，頭先嗰四行就係呢度啦。你哋試下。C 係放一。上面係啦，係。大力啲就得，系啦，系啦，低，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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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啱啦，高音，系 ，A。系咯，好嘅，好嘅，听到首歌喎，听到首歌喎，虽然个节奏就飘忽啲，因为冇想打鼓班，因为冇想打鼓班。有人问四大美人会唔会游记，全部都记噶，不过就云废到负咁样噶嘛，劲喎，都叫做唱喂，不如我哋试下大挑战啦，我哋试下大挑战啦，阿林伟挑战 Anson 啊。林海你吹，跟然之後，阿 Anson 你掃個 cut， 睇下就唔就得翻佢。你跟翻佢邊咯？好，哇！好啦，你究竟挑戰緊邊個咧？分好喺挑戰 Anson，Anson 你跟翻佢邊喎？好，好打啊！掂啊，掂啊，掂啊！得二十，係你高音放膽吹得噶啦。風雨啊，係呢個又 OK， 先 OK。一齊啊！第一下一齊個，係。我跟你啊，你吹我跟你。係啦，繼續。喺上邊。阿A 扭支麥落去。係啦，預備，等佢彈埋先。我入啦。好嘅啦，犀利啊，犀利啊，朱主席，首歌唔易吹，朱主席好嘅，好短时间啫，劲啊劲啊劲，系 Anson 劲 ，Anson 劲，劲林伟劲，林伟劲 ，Anson 劲 ，Anson 劲啊，你今日大 Q， 系大 Q。有人問四大美人會唔會遊記？咁啊，今日賣緊嗰啲音樂專輯全部都係賣實體版嘅，全部都係賣實體版嘅。咁所以咧就全部都係寄或者自取，寄或者自取咁樣。咁啊寄咧就咁啊好輕嘅啫，好平嘅啫，咁啊運費到付啦咁樣。咁啊買曬幾隻咁就咁啊抵啲啦。咁啊睇下你買咗未啦本身。咁啊如果你買咗嘅話咧就咁啊唔使買啦。咁啊如果你未買嘅話咧，又或者可以買隻送俾人啦咁樣。咁就同埋入邊都有樂譜啊各樣嘢咧，咁樣咧就大家又可以翻去試下林海嗰個感受啦，咁樣咁就可以林海上身啦。林海覺得邊樣嘢難啲？邊樣嘢難啲？唱歌，唱歌最難。唱歌最難啊！唱歌難過木琴笛咩？係啊。即木咁啊咁邊樣嘢最易啊？最易我諗木琴笛會比較易啲嘅。係咩？因為唔係彈吉他咩？我見到你彈吉他好似唔係啊，唔係啊，木琴笛易少少，我覺得。係咪啊？係因為。因為小學會學過下，咁樣轉手指可能都會有啲印象。O K， 係啦，但係係咯，吉他就撳住啲線就難。你撳唔響就撳唔響喎。係啊，木笛啦，有啲位其實好難撳，但係木筒仔你手指撳住咗個氣孔，佢就發到聲。你點樣上大力嘅堂啊？大力嘅，你想唔想啊？大力，你想唔想教我啊？呢排有啲忙。應該有。好有性格啊！呢位老师，而家系大力唔想教啊，唔想教我啊。
大力去推 job 嗰啲人，好有性格，可以有 referral 呢下先攞名嘅。呢首歌我冇估噶，呢首歌。呢首歌好，但你话我可以加落去，佢原装冇嘅，但我可以照加。原装系冇估噶嘛？系啊，但系因为本身个节奏好明显，所以要加都加得到嘅。哦，要加我哋可以 jam 下。我系咩？系我有 iPad 喺度。系咩？好啊，咁我不如而家试下啦。好啊，而家去试下。我又吹咯，睇下先。我唔吹。要 can 吹啊！我 can 吹。林威一齐唱啦。系一齐唱，一齐唱。你哋听唔听到？聽到啊！聽到，會唔會太大聲？都 OK 嘅。阿 Ken 係咪？阿 Ken 係咪都會吹嘅？會啊會啊會啊！我一齊吹。你支吉他會啱音。你咪落翻個 cap 號。你頭先教林海就冇諗冇睇佢啱唔啱音嘅。唔係佢支嘢會自動調音，佢自己會走音嘅，即係啲格數唔啱音。唔係你會跟住佢行咪得咯？跟住，七叔平时都系咁样跟住佢行嘅，所以系七叔专用就咁解。七叔能够零架好啲吉他，我扫翻个人出嚟。你氹翻过啲，氹翻过啲，扫足啊！真噶，扫足。诶，八个班 intro， 系咯。阿 A 用老板支麦先。哦，好啊，冇问题。诶，八个班 intro， 你射少少嘢落去。好啊 ，intro 先。
啲系喎，我唔想破坏呢个咁美妙嘅。你头先所有嘢都学过晒噶嘛？系，你应该所有嘢应该逐 part 做下，得闲又唱下，得闲又攞出嚟又吹，得闲又弹下，即系嗰种 jazz 嗰个味道啊嘛，一攞出嚟又吹唱下，咁样又攞多吉他又弹下咁样，你啲嘢冇。你跟唔到嗰、那個，跟唔到嗰個 feel， 個 feel 係係啊 ，follow your feel， 好 ，don't understand it，feel 一路唱歌一路吹長笛，其實係有冇難度嘅？有人會玩beatbox 加長笛咯。啊、唱歌就應該敏水啲咯。係咪㗎？係啊，因為用嘅用嘅器官一樣㗎嘛。係咯。唔係我唔係話一個人啊，我係話一齊夾嘅時候係咪覺得有難度？要其實要事先夾定點樣分工咯啲嘢，係啦，因為其實長笛係旋律嘅，跟住人聲都係旋律嘅，咁頭先我哋就做一模一樣嘅嘢啦，咁但係如果我哋會事前夾嘅話，我哋可能一 part 啊 Ken 一 part 我，跟住然之後喺各自做緊，即係做緊主音嗰陣，第二個佢就會做一啲，例如做一啲裝飾啊，組曬編曲先，係啦，咁樣就去配合，咁樣就會豐富啲咯。咁係啦，係啊，即係其實呢個都算係夾 band 嘅範疇嘅嘢嚟嘅。究竟啲樂器要點樣配合，跟住令到大家都睇到。咁但係點解大力唔使夾嘅？點解大力話打就打？佢係咪唔理人嘅？因為個節奏係永遠都係存在噶嘛，同埋我哋永遠都係要跟大力。係啦，冇錯。係啊，係啊，因為個節奏即係佢要幾快咧？然之後，哇！大驚啊！係有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你要四拍嘅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Elsa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耶！系啊，头先嗰首生日歌又有打鼓又有长笛又有吉他又有唱歌齐晒嘅，连林海都有唱啊，但林海好似都系唱咗第一句。我有跟住一齐唱噶。你许愿先，许愿先。许愿。通常呢去到最後就係節目尾就係 Alpha 其實唔係咁恩，但係唔好意思講，唔好意思講，又買曬蛋糕，都話係喎，打你打你生日，網上身份用假嘢是常識吧，通常鳩嚟嘅，通常鳩嚟咁樣，係啊，吸翻嚟咁樣。好啊，咁樣咧就喂，睇下有冇人報名先啊，大佬最緊要報名啊，咁樣。講多一次今日有啲咩啊？講，不如我哋講高呼一次，我哋今日到底有啲咩課程啊？咁樣。好啊，咁樣咧就係搞到撈咁教嘅大力。上到大力嘅流行鼓課程咧，就分別有咧一對一流行鼓課程咧，每堂就一個鐘頭。咁樣咧可以咧選擇報名一期四堂嘅，咁樣幾時上堂咧就你自己同大力夾嘅，咁樣咁啊一炮過上，又或者係分散唔同時間上，或者滲啲咁上咁樣，咁你同大力教啦咁樣。咁四堂加埋嘅一對一嘅流行鼓課程咧，就係咧1280嘅。咁跟住咧，另外咧仲有咧就係呢一個咁嘅一對二嘅，咁啊算係小組課程啦。一對二嘅流行鼓課程咧，咁樣咧一期四堂嘅，每堂一個鐘頭咧，咁樣咧就因為一個對兩個咁啊平啲，咁樣咧就會係928蚊嘅。928蚊 per 位喎，嗱即係唔好搞錯咗喎，唔係928蚊，係你同你拉埋你個 friend 嚟上堂喎，唔係喎，係你去報一個二人班嘅其中一個，咁你自己報名嗰個費用咧就928。如果你話你想同你個 friend 一齊咧，咁就其實就係1850
六嘅喎。係啊，1856啊，1856啊，咁樣咧就要搞清楚喎，咁樣，咁呢個咧就係928蚊嘅一位一位，好啦，咁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咧啊，如果你想開嘅咁樣，咁啊或者係阿如橫掂我都係想噶啦，咁樣，咁我就都一買多啲啦，咁樣，咁樣咧抵啲嘅價錢咧就係咧一對一流行股課程，咁樣咧就咧一期十堂嘅，每堂一個鐘頭，咁樣咧個價錢咧十堂嘅價錢咧就會係2988蚊嘅，2988蚊，好啦，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咧 Anson 嘅課程啦 ，Anson 嘅吉他個人指導班咧，咁樣咧就每堂一個鐘頭，可以咧一報名咧就報一期四堂，咁樣咧四堂嘅價錢咧就係1110蚊嘅，咁一樣啦，嗰個上課1100蚊，啊 sorry 1100蚊嘅，1100蚊嘅，咁啊上課課程又係你同 Anson 夾啦，咁樣你中意幾時或者點樣幾時就到 Anson 咁樣，咁啊大家去配合啦。咁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咧有一個咧就係咧八堂嘅，你諗住你可能本身都想開噶啦，又或者你諗住咧，認真學噶啦，都唔使試啦，一嚟啊報多啲啦，咁樣咁就可以揀呢個吉他個人指導班，一期八堂，每堂一個鐘頭嘅課程，咁樣咧就八堂咧，八堂總共咧加埋咧就會係呢2200蚊嘅，咁啊非常之抵啦。咁同埋咧，另外咧仲有咧就係咧會有個木吉他小組嘅咁樣，咁呢個小組班嘅，咁樣咧就你自己報名，自己報你自己嘅名，咁啊500蚊一位，咁但係上堂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有2至3個人咧一齊上堂，咁樣咧每堂咧就一個鐘頭，咁樣咧就會每個星期一堂嘅，咁啊每堂60分鐘，咁樣咧日子啦時段咧就會咧導師即係 Anson 咧同大家咧一齊商議嘅咁樣，咁樣咧就呢個一期四堂嘅呢一個咁樣嘅木吉他小組新手課程咧，如果你未學過咧就 suggest 就由呢個入手就好啲啦，咁樣咧就係由500蚊，500蚊四堂嘅，500蚊四堂咁撚平。班好平喎呢個班係班都係平啦，班都係平，平得滯喎，頂爛屎喎。我唱嗰班都係800蚊，契弟嘅。好啦，咁樣跟住咧就係咧阿 A 嘅歌唱技巧訓練班啦。A 嘅歌唱技巧訓練班咧一期係八堂嘅，每堂45分鐘。咁樣咧八堂加埋咧就2688蚊，咁上課課程咧都係咧阿 A 咧同你咧就夾嘅咁樣，係啦，係連續上啊定係分開上可以大家夾嘅。咁另外咧仲有一個歌唱諮詢服務，咩叫歌唱諮詢服務咧？即係可能你annual dinner 啊，或者係嚟緊都開放翻啦，可能有多啲活動啊，又或者咧有個課程嗰啲咁樣，或者係唔知要報學校嗰啲咁樣要唱首歌咁樣。咁一首歌咧淨係可以同你去執靚一首歌，教你唱一首歌咁樣咧。每首歌咧就係700蚊嘅，700蚊嘅咁樣，咁樣咧就年齡不限。咁另外咧就阿 Ken 嘅長笛班啊，好似頭先教林海咁樣啦，一對一嘅長笛課程，如果你想試一下嘅話咧，就可以試下初級班一堂。咁啊，睇下嗰個感覺係點樣，或者睇下夾唔夾。有時有啲家長要試下啦，咁樣。咁樣咧就係咧，初級班咧一小時一堂咧，就只係350蚊啫，只係350蚊啫咁樣。咁就阿 Ken 係會上門嘅。Ken 係會上門授課嘅咁樣，好啦，跟住咧，另外咧，仲有咧就係咧一對一長笛課程初級班，咁可以咧上呢個咁樣嘅四堂嘅課程，即係如果你覺得都係會上噶啦咁樣，咁可以試下呢個四堂嘅課程，每堂一個鐘頭嘅，咁阿 Ken 係會上門授課嘅，咁一對一長笛班初級班咧就四堂咧就係1180蚊，原價需要1380蚊噶，而家限時優惠價只係1180蚊嘅咁樣，好啦，跟住咧仲有咧就係中級班。中級班咧就係咧，如果咧你已經學咗學開噶啦，阿 Ken 嘅講法就係學咗一年到，就係學到幾多級話？三級，學到三級，咁你準備學四五級咧，咁就可以嚟中級班。咁如果你已經學到三級，咁啊準備學四五級嘅話咧，就可以報中級班啦。咁樣一對一嘅長笛課程中級班咧，一期四堂咧，每堂一個鐘頭咧，就原價就2000蚊，但係而家咧仲翻半個鐘頭啊，限時優惠咧就只係1780蚊啫，只係1780蚊啫咁樣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咧仲有好多嘅音樂專輯啦，咁樣咁樣咧就唔講住啦，咁樣因為咧時間就夠啦。音樂專輯你自己睇啦，咁樣。喂，咁我哋呢一節就到呢度啦，我哋咧唞一唞，食下個生日蛋糕，我哋轉頭咧就翻嚟，仲有一節嘅呢、這個限時優惠都會繼續，仲有半個鐘頭噶嘛，趁呢個時間買專輯同埋報名，把握時間啦。你有貨金喎、哦，係啊 ，Elvin 有貨金 ，Elvin 有600蚊貨金，林海100蚊貨金啊，中秋節快樂，中秋節快樂 ，Elvin 有100蚊就係生日快樂，少少心意，跟住咧 Elvin 咧有200蚊就係生日快樂，有蛋 蛋糕有。唔知道爆炸，同埋有禮物，禮物 Gary 貨金俾你，仲有300蚊就 Happy Birthday 嘅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感謝感謝。好，咁我哋咧呢一節到呢度唞一唞，嗱，繼續大家報名又好，買專輯又好，咁啊把握呢個時間，我哋仲有一節嘅，轉頭翻嚟繼續。